夜，人过天边。哎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！这不是过两天就要去云南了吗？听说呢，云南还是有一点高原反应，所以去之前呢，还是要锻炼一下身体。今天要去打网球，我的网球拍已经背在我的身后了，锻炼一下心肺。然后去了云南之后呢，不至于会太喘。网球场见。训练完了，云南见。凯的日常 vlog， 大小姐体检日记。洗澡去。你要做一只现代狗了。原住民出现。那我呢？从来没有这么威武过，我跟你说绝了，他今天自己跑着，然后又吹口哨，他又回来，又跑着，又吹口哨，他又回来，然后想着第三次跑出去我就不吹了，我跑没了，我想着要贴寻狗启事了，对吧？我刚来，刚来就跑丢了，然后一路找回来，在家门口坐着。你在家门口坐着，你会回来了啊？就认路了，出门检查去了。你去看爸爸吗？现在不然呢？兄弟，我以前跟奥特曼也是兄弟。到宠物医院了，给他做一个检查，讲述基本信息中，而此时的主角犯。握手，这个人好烦。领养的狗也不算捡，人家只是一条安检狗，纯那个野着跟我们在户外生活了十几年，打了一个狂犬，回来三连第一针，再打两针又来十年。医生检查身体中，指甲，痛，不痛。一点也不想少，是吧？哎呀，好想回家。可以给他一些磨牙的玩具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要太小，小容易吞进去。小孩跟他玩，他老这样的，对，但是这个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他会有一种行为，他也长大小了养吗？如果能长多大呀？他应该不会太小，因为他手爪子还是比较大的，现在估计不算很大的，也就三个多月。但是已经长这么大个了。针检测去看一下是什么血统，大概占比多少？我都没做过基因检测，他做基因检测，我感觉他有点二哈那个血统。不是，他耳朵这么大，这个是哪种狗？比格应该是那个大耳朵的。是比格？他应该不是。都是狠角色。这个抗原检测都出来了，都是阴性的，正常的。哪几个？这是。细小、冠状病毒、鞭毛虫和犬瘟，还会再二次感染吗？现在是阴性的，这个结果只能代表现在和之前。但是后续的话，如果不打疫苗，有可能会感染。那疫苗也是为了预防这几个。对。称体重了，5公斤。天哪，这就十斤了，奔着30斤去了。我就喜欢大狗，以后我们家的安全就靠你保护了，挺好的。大家别洗。现在不能洗，他打完两针疫苗之后，最后再确认一些后续检查事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不敢下楼梯。不想回去啊？他不敢下楼梯。还是一个要抱抱的宝宝嘞。来买一点狗狗用品。菜市场捡都能捡。最后挑了半天，做出选择。而且现在我们掌握的他的信息是5公斤，头围24，三个多月大，健康，有一点皮肤病，现在此刻就睡了，害怕坐车。叔叔姨姨们晚安了。我们今天上去重庆啦，带着安娜去找两次。现在在机场，听见后面的字儿，挂了个相机，准备当 vlogger。不好意思了，他爸就一直在给他拍照。到重庆了，现在在化妆，拿口红画眼影，拿眉笔画修容。一个眉笔和一个口红画的妆。
妈呀，这还有主题，野人主题啊！不摘了。祝磊哥生日快乐！哇！谁生日？怎么不知道呢？爸爸。本来妈妈不是说今天下午带你去玩吗？但是妈妈临时突然说有工作。去找爸爸，我要去找爸爸告状了。今天我要帮忙去录一期跑男，所以说本来是要带孩子出去玩的，但是也感谢你们可以让孩子去现场玩。谢谢谢谢苗苗姐对我们的支持，感谢感谢，真的是江湖救急。我本来就是，我是化妆师的姐姐，用的眉笔，用的口红，化妆。我用了晨哥的化妆师今天。他过来给我做发型，然后我自己化妆，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搬家都开工。跟我平时用的颜色都不一样，都太深了呀。化妆师走了，他要去给晨哥化了，先化，然后他一会儿回来再进去化妆。化妆师没有带暗影，所以是我用眉笔给自己修容，是昨天想到的办法。今天的家是不是很吓人啊？都是东西，我是自己习惯了。Later， 现在去找白鹿的化妆师。刚才是晨晨的化妆师，然后现在再去找白鹿的化妆师，这叫什么流水作业？我这个又流动过来了，不知道我画成什么样了。然后睫毛贴了一半，我看一下眼影还需要加的吗？特别怕，因为那个眼影我都没有用过，那些颜色都比较暗，妆全靠睫毛撑着。这个嘴画的好好看，要学习一下。感觉这里有了一个阴影，现在有些发型师在帮我弄头发。我今天去吃百家饭。今天安娜也会去现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现在出发了吗？开始录制了。我们去探讨楼外楼，向他学习一下。一会儿他要教我一段他们团的舞，哎呀，我真的好想学。一会儿希望有时间吧。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么多人！结束了一趴，现在转场了。我就喜欢玩游戏，今天这个来值了。今天就玩游戏。今天不烧脑，上两期烧脑我给你们烧完了。哎，咱俩今天这个颜色站在一起，这是属于什么色系？马卡龙不是，多巴胺，再配上安娜，花蓝多巴胺，哇，三原色我们三个是。来，我们三个拍张照吧。看起来好舒服啊，看坐在这喝咖啡。这有个大树啊，真的吗？这是山。此处录制内容省略。刚刚经历了一轮生死角逐，我的发型已经彻底的乱了，一会儿再喷点胶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放弃挣扎了，跑不过也打不过，我得好好锻炼一下手臂了。安娜真的是拉着手就跟人走啊。几点回去？不知道啊。定个点吗？走了，跟别人跑的。说今天一天，看看我现在的妆还在不在？我已经妆要弃掉，弃成裸妆了。没看，该弃成哪点？那不然呢？一会儿导演说要什么来着？说要让他是一视同仁吧？他确实是挺一视同仁。你们多久猜出来的？你们拿到了几个线索？你们是不是在那儿就猜出来了？我们把四个线索凑齐。那你们也太快了吧！我们两个在照镜子，现在都很 emo。师傅，你 emo 吗？师傅，记得有点。师傅拼了命的开，结果人家都已经坐在那儿打电话给我们了。我收回我那句我可以去玩密室逃脱那句话。不是，我们还是很聪明的。配合的还是挺好。这次奔跑吧给我整懵了，这就是奔跑吧吗？奔来了，看来你们是真的没有找到。找到了，找不完。你们算出来是真的。啊。想到你们应该也不是那么好心，那就直接到了。学这里有猫腻，怕你们夜直不回来，真的是好心。小心让我们早点回来结束。走在回去的路上，你干嘛跟我那么使劲呢？你说说，太认真了。赶紧快点了结了吗？那你快点了结了，你不直接躺地上？那太假了。你不是要让我吗？不是，那太假了，观众受不了这种结局，这得有一个公正的结局。我被你耍了一天。看在你是这个小寿星的份上，盖哥很认真，那你就很认真的在耍我。我也得对我的队友负责。也不光是你，我被所有人耍了一天，我们俩。这不还不回去啊？好好好，辛苦了啊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师傅刚刚在车上说，这还他都是老猎豹了。说对了。
真的让他说对了。之后心想我没说错，然后我说他媳妇在这儿呢，他说啊，这嘴呀、啊。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兄弟团成员的家属，苗苗，嫂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还跟领导似的呢。咱有颜色的。哦，已经配好了是吗？我跟沙子，我俩一对。那你不给他俩安排一对呢？不是，苗姐也不想跟凯哥在节目上一对。喂，老公，老公啊，就是问问你们开没开，我们真没开。我给你念啊，我给你念。因为你们打开了箱子，所以触发了今天的隐藏规则，你们二位将成为今天小黄金的候选人，在今天的竞赛结束后，最终会和赢得比赛第一名的选手一起共同参与抽签，获得小黄金。你别编了，来对着镜头。这我还能编出来？我多大能耐，我能编出来？候选人，我看到个候选人。没错，那我信了，凯哥，我现在就打开。我信你了。哦，不要打开，后果自负。啊？啥玩意儿啊？需要吗？不是候选人，刚刚是黄金候选人。你是不是骗我们？太过分了。哦，就有人出，有人出，有人拿。那你再开一个，你里边那个，里边还有一箱子，开吧，小姐姐。有，开吗？啥意思啊？开了吗？啥？有啥？有钥匙吗？太过分了！啊！太过分了，被凯哥骗了。怎么能被我骗了？没有，我当着你面儿，我们开没开？你就说我开没开？你当着我面开的，你说是有黄金？有黄金？谁说的？人总会败给自己的贪欲。谁说的？谁说有黄金？苗苗姐。眼神都变了，我等着看节目。难道我看错了？没有，我看一眼，我再看一眼。黄金成为黄金奖品的出资候选人。哎呦，我看错了。刚故意不念这两字儿，看我粗心大意。我怎么你长这样子啊？挂掉。算了。杨薇姐说要挂掉你电话了，凯哥。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凯哥。凯哥，哄一哄。凯哥，啊，就是两个专业技能表，怎么了呢？这是？你骗骗我就算了，你怎么连自己身边人还骗啊？啊，你是谁？完蛋了。走，我们去那边。哎，别。哎呀，这玩游戏嘛，玩游戏。算了，也不是被你骗第一次了。玩游戏。所以大家在这项任务当中就是一视同仁。一视同仁，这个我在你这是看出来了。一视同仁。然后另外的三组是一组。这俩一家子蒙一下吗？不就一块揍我们吗？蒙一下。你这怎么分的？苗苗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们要公平。咱们一起先把他们俩先弄出局。虽然那是你老公，我相信你平时也有要打他的冲动。个人愿可以带进来的哈。咱们可不可以加一条，就是这儿是我们的保护区域，就回到这儿就不能打了。可以，我们三组的这个起始点位都是禁止攻击区。哦，好。第二组，请准备。来了，朋友。白哥眼神都没有往嫂子那看一眼。哎，进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进圈不能打了，那我们也进圈，我们就这会儿进圈，不能进，你们不能进，快，那组出来了，出来，那组出来了，那我们先回去，你们两个交流。这是遛猴的吗？不行，这个圈不合理，太不合理了，不能因为你年龄大，要不然又得传出你下车的风波。我年龄大，为什么感觉是都来揍我呢？好，现在规定取消，走，说大点。苗苗姐怎么只在打凯哥？推一下，谢谢。
弄他！站站！打错了！我这是不敢要啊！打错了！不要在中间劝架！劝架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在劝架吗？哎！哎，啥意思啊？山哥加油！郑凯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保你媳妇儿上第一名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报答盖哥。帮两下。然后再分化我们。哥，你舍得吗？哥，你舍得吗？哥，我还好。我不舍得他，但我更不舍得我自己。公平竞争，阿来来吧，请继续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老婆，平时家里有什么仇，有什么怨，今天就一笔勾销啊！来吧，对，血战到底。海哥，嫂子，握不住了。我要夺回我前两局输的一切。十大真元，打一个人，再打一个人。真元，真元，你还好吗？真元，真元，快倒下吧！别挺了。哎呀，谁打？等我下个轮呀。sorry 你们这两个哥哥都是有孩子了，考不考虑弟弟的未来？对不起弟弟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来吧来吧。真元，我看出来了，他们仨也是一伙的。你苗苗姐虽然没打你，但也没帮上太大忙。弟弟快倒下！陈元，你前面没有人，你是被打糊涂了吗？都在后边呢，快把他们击倒！再使点力，再使点力，这整个腿！击倒，不管了！起来！凯哥真是一点不留情啊！滴口血吐出来。这边99号。谁在给咱打电话？凯哥。喂，凯哥，拿到线索了吗？拿到了，是个啥呀？是一个999。啊，这个有可能是门牌号什么的。999。你们拿到没？拿到线索四，莫比乌斯环。莫比乌斯环啥意思呀？我也没懂。无限循环的意思。对，童年城房子。我们到这个景点了，我们先去拍照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。拜拜。看着我老婆那么努力的样子，我有点不忍心。如果要是他得了最后一名，他也要出钱的，那我不是也亏了？我觉得是这样，我老婆呢，她是一个很喜欢享受游戏过程的人。就我了解她，她喜欢玩游戏，是因为她享受玩游戏的这个过程。你掰掰看，真的。如果说我刚才就把答案告诉他，他会觉得很无聊。这是我的专业，来学什么？四，真是莫比乌斯。不敢接了。喂，嫂子。答案都串起来是明白了，你们知道不？我们还在这个还在想。好嘞，那我现在跟你共享了。谢谢。谢啥呀？回去给我按摩就是。今天要死，今天会死。
来一年的日子可能都不好过了。上去我就先认错，上去我就跪下。老婆，回家别打我啊！错了，就是我老婆跟我共享了所有的信息，然后你没有把最关键的信息共享给她。我们他传达了一个错误信息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已经到了。老婆，你是最棒的。嫂子 ，sorry。啊？对不住，没事儿，反正就是我们掏钱也是你，太棒了，太厉害了，我知道你就想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完了，要不是今天是你生日，今天晚上你还能出现在你的生日 party 上吗？我觉得来不了了。我们两个当时猜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以为我们会是第一个，每一组都是这么想。